左猫右猫左左抖趴抖趴抖抖趴。洗脑口号搭配有趣动作，创作女团率领千人起跳手势舞，现场画面十分壮观。事前在枫街首唱会连唱七首新歌，让粉丝大饱耳福。然后我们算是第一次在台北，然后公开唱自己自己的作品，大家很热情，谢谢你们。由温妮、魏佳莹、林怡、小 V 组成的创作女团，出道两个月便累积大量粉丝。当公布十二月的演唱会消息时，全场尖叫声不断。就是整张专辑都是我们四个各自的创作，我觉得是非常兴奋。12月17日，欢迎来找我们玩。从词曲创作到 MV 风格都引起不少话题。面对即将到来的售票演出，四人也期盼呈现完整的表演给粉丝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